做蛋糕西点，但是因为那个我们小组里面有一位同学，他很喜欢吃，所以我就很激动的一口气都答应。可是呢，不巧的是，我在9月1号凌晨大概3点多，接到那个工坊打来电话，他告诉我说，我操，机器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坏，坏到现在还没好，找了工人进来修，也修不起来。那时候3点钟接到电话的时候，我大概1个小时睡不着觉，翻来覆去，因为我计划在9月1号做蛋糕节。我想说，哎呀，这样糟糕了，这样子大概明治学生吃多少蛋糕啊？所以我就辗转，然后最后我就跟神祷告，神，如果这蛋糕是你要我做的，你就让我好好的睡觉，也让机器能够好好的运转。哎，我就渐渐在4点多就睡着了。那睡着了之后呢，就有人打电话来，哎，机器好了，找到说很开心。继续睡，睡到8点快才起来，所以今天的蛋糕不是我做的，是神赐给你们，是神赐给大家的，所以大家今天吃的这个蛋糕绝对是有福气。那我想用这个八福送给我们明治的学生，因为我们第一首歌唱的诗歌是有福的确据。我想请问大家一下，觉得自己有福的人请举手。哇，真的好。哇，几乎90%。牧师那个没有举手，等一下，记下来念一下。没有举手的有福了。哈哈哈哈哈。必得祝福。我刚开始看这经节的时候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的虚心的那个啊，我一定有福嘛，心很虚荣又虚荣心，肯定有。后来才知道哦，原来是虚心是 humble 的意思，搞错这个意思。那、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诗歌送给我名字学生 H， 准备好了没？好了，消失一下啊、哦，不是你消失，剧情开始，剧情开始。Thank you.
因为呢，那个林志炫先生来跟我们带动唱第二首歌，因为这个爱，之前我唱过这首歌，因为爱让我们连接在一起，所以我们也林志炫先生上台，将我们这个爱带回台湾去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大家请看那个笑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是那个动作吗？等一下，你看他，可不可以请大家站起来？你活动，跟着这个笑的动作。OK， 继续，开始。不再一样，耶稣基督的爱使我们原来沉醉的生命可以活过来，让我们原来
没有盼望的生命可以有希望，让我们伤心得到安慰，让我们的心灵可以向你起飞。你使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再次活起来。主啊，谢谢你的爱是这样的奇妙，可以改变生命，改变方向，改变能力。谢谢你，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一个梦想的人，可以为神国来做梦，为你的恩典，为你的爱可以传扬出去来做梦。谢谢你，让我们今天晚上跟明智的同学们一起欢喜快乐。他们这一年在你面前都有所经过。主啊，有些难处他们在你面前可以向你倾诉，有些他们要经过的路你陪他们走。主啊，你让我们跟他们一起走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给康复教会这个祝福，让我们跟他们一起来走过这一年。谢谢你，你的爱真是奇妙的改变了我们，从陌生变为渐渐熟悉，从渐渐熟悉可以将心敞开，从将心敞开让我们可以在一起诉说我们心中的感受，从诉说心中的感受我们再一次看见你扶持我们一起往前走。求你赐福今天晚上的分享，感恩一切荣耀感谢赞美归给耶稣基督，靠基督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那请坐下。最后是不是要拍手吗？真的拍手。后来刚主持，但是因为九安现在加班当中，很辛苦的为公司、为家里赚钱，为家里赚钱。对，那今天我临时暂时在的。那今天的主持人不只是有我而已，还有我们的帅小帅哥。帅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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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下一页。这是我们这12个英特在最近这几个月拍的照片，相信大家一定很熟悉我们现在的这个样子。但是大家认得我们以前的样子吗？现在就让大家看我们以前的样子。这个是现在。是否大家猜得出来呢？歪的，怎么歪成这样？来，就是第一张照片，有谁看得出来吗？错，放大。这是他第一张的。我真的认识。大家猜得出来他是谁吗？没错，他就是我们的 Ryan。现在欢迎，还有下一页 ，Ryan， 还有下两页。大家晚安。晚安。我被时间告知说那个时间很短，对。那个，首先大家对这个照片有疑问吗？有没有想问什么？就是。中间是我们那个上礼拜去那个一家瀑布要坐船哦，瀑布底下。对对对，就是我们要穿起一团队嘛，啊，百个人里面应该就是我先跑掉了，然后接下来那个 A 人呢，其他就跟上，然后我们一群拍照，应该两 A 人都会放在那边。好，我们分享这一点，一路啊，心得这个。好，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我来这边的那个缘由是真的安排，就是我原本是不会来这里的，然后因为刚开的缺呢是只有下游一个缺，就是 Niki 现在的那个 Interclass IDS 厂，然后呢就过了三个礼拜之后才有上游类的厂开出来，的缺开出来让我们去面试。那然后
然后那个下午呢，我就走在那个我们学校那个上坡那边，我要走上去，刚跟我妈讲电话，对，哦，跟我妈讲电话说，哎，最近过得很好，寄过的药给我吃啊，是不是？就那个大概那种演员话剧那种过程，大概都会讲。讲完之后呢，然后我就是我们也有谈到，就是说我们会不会来那个，会不会来美国？就是攻读，因为那个时候快来攻读了。那其他同学在学校，在台湾的同学呢，他们都已经确定说他们要去哪个单位，然后面试好了这样。就只有我们美国还不确定，因为名额不定嘛。如果不定的话，我就变成说我要去跟其他人去抢台湾的单位。那最后我走到那个卖卤肉饭那家店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就响了。然后我就这样顺利看一路过关斩将，然后就来美国。哎，为什么不能过关？是卤饭，是卤饭，我吃饱了。啊，就是我来这边的这个一个奇遇啊，因为自从那个，因为那个是先，就是我们会记住我们的一些学习的资料，然后就是成绩啊，还有操行什么的，那个会先审核。那那一关过了之后呢？结果我的面试没过，然后是又去那个上了内核的那个面试，然后最后才过关。对，还蛮神奇，后面还蛮顺的，所以就应该声音安排好了。不小心的。啊？对，不小心的。这点很开心，就是可以来到空气教会，每个人都很照顾我们，就很开心。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不便，然后。说热心的就提供所有一些需要的物资，从那个衣服啦、啊、吃的到喝的，然后到出去玩啊，感谢你们这样一路照顾我。说几个吧，像那个 Rocky， 他带我去骑马。哦。开心很开心啊，我这个。然后那个时候刚来啊，然后跟同事分享，我一直以为我已经到达拉斯了，结果没有，就只是在就省北边那个 Huntsville 那边，我以为到达拉斯了，还很远。那骑马的？对，骑马。人生第一次骑马。哦。那我出国那一次坐飞机，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，很开心。还有什么？走过来。是第一次到教会。第一次到这个耶稣基督教会，对，因为我在台湾就这个肠胃吃的不太好，对，老板，好，好，变魔术嘛，那张这个右下角那一张是我大二下，就是我社团要交接的时候，对，然后有人就是帮我照了一些照片。我背着的那个是我学的那个琴，是那个二胡，那代表是国乐社，然后排就是魔术社，对，还蛮做作一场。然后之后就变成那个样子，来到教会，然后之后又变成很震惊的。好吧，这很感谢大家的照顾，这样我。没什么好说的，我有洗碗，不要那个。对。好，今天到了，下一位。好。一张照片，大家猜得出来这个是谁吗？谁？周杰伦。哎，那个。大家都知道。哦。那个是你啊。是你果然没错，这位就是 Paul， 那我们现在欢迎他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哎，我要澄清一下，那个不是我，是你，他是 Daddy， 是你 ，Daddy。我等一下给你看，脱一下上衣就知道了。好。先讲一下那张照片，那张好像是在高一的时候吧，然后因为我们学校它乡下旁边是旁边有树，然后我走在巷子里面，所以是
然后右边第二张那张是，我记得在海捞河夜市吧，那边吃叫炖排骨，然后排骨肉。然后那张穿西装的，我个人觉得蛮好看的。然后那是在那个当天亚门那个来吃饭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穿着西装，然后去参加宴会。然后右上面那张就是，我觉得是在美国做最疯狂的事吧，就是跳伞，在拉斯维加斯。在哪里到的？拉斯维加斯。拉斯维加斯。有疑问吗？然后好，那我继续讲。我在讲，因为刚刚我有分享，就是如何就是在录取Formosa 的 job 的时候，我也没想到，因为那时候 Ryan 和 Nicky 都是我的敌人，所以对，没想到你们三个刚好都一起来，所以有点像感情还蛮好。你两位怎么了 ？Nicky。所以我现在就想，因为我容易忘词。感谢教会的孩子们，这一年来对我们的照顾，不管是刮风下雨，都对我们十二个英特，无都不会无私的照顾，把我们当成小孩一样。非常高兴呢，可以认识大家，更高兴的是可以认识到神。在这一年中，我非常的感谢，我非常高兴我能够参与赞美小组这个小组，一个充满总是充满欢笑的一个小组。Yeah。还有一个总是吃吃喝喝的小组。吃吃喝喝。我们在参与小组的过程中，我总是觉得我自己来到了一个大家庭一样。我们大家都分享了自己的故事，然后大家都聚在一块吃吃喝喝的，然后我们的宗旨就是吃吃喝喝。然后在查经之后，主任们都会向我们分享他的亲身经历，分享自己所有的见证，然后这些故事让我听起来都觉得神其实是存在的。也谢谢教会叔叔们。不管是赞美小组或是其他的小组，任何的对我们行运族群第一个的照顾，任何事都让我非常有心。虽然我们在一个礼拜之后就要离开佛拉玛卡，虽然我们都有点舍不得这里，但是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呢？希望你们能够到台湾再找我们十二个人出来吃饭。又在吃。我们现在欢迎他上台。终于给我打出来。各位叔叔阿姨、兄弟姐妹平安。平安。对，我也好。哦，这。怎么？那是我啊。OK， 然后既然大家都说了怎么来的。那我也讲一下就好了，就是我们大一进营制的时候就决定要来美国，所以就来了。很感谢就是台硕美国长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来美国实习一年。然后来到这里以后，我们都觉得非常幸运，有这个教会可以让我们依靠，叔叔阿姨各个门都把我们当作亲生小孩一样细心的照顾。万分感谢这个教会呢，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大家庭，就像一个避风港，给我们这些离乡背景的学生满满的温暖。这一年我体验到许多新事物，像万圣节的雕刻南瓜，还有感恩节大餐，圣诞节的滑雪之旅，还有看了本地 high school 的 football game， 还有 NBA 的马刺跟火箭的球赛，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，然后也吃了许多当地的特色菜肴美食，游历了很多地方，然后这一年下来觉得自己有所成长，不光只是体重多了十几公斤，还有变大的胃口，就是觉得跟还没工作的自己其实有些差距，
以前觉得上课很烦，考试好累，但是现在知道了，其实当学生是挺自由、挺快乐。总觉得爸妈啰里吧嗦很麻烦，但现在都知道是出于关心。以前吃很多肉，因为家里都只有蔬菜水果。现在希望多吃一点青菜，因为 guest house 只有不健康的食物。都是我自己买的。对，以前觉得靠山山倒，靠人人跑，靠自己最好。现在知道还有耶稣可以信靠。之前就对基督教很好的印象，因为外公外婆刚大概十年前搬来美国的时候，他们人生地不熟，生活很无聊。直到他们去了华人教会，变得快乐许多。最有印象是有一次跟外婆在讲电话，就是他就跟我讲，很开心的跟我讲，我每个礼拜天都会去做耶稣。我就说，应该是做礼拜，对。所以呢，我就明白，基督教是可以给一个人们心灵的寄托。那来到这里以后，我也很乐意、很愿意去试着做一个基督徒，参加主日学、Bible Study、Youth Meeting， 还有小组聚会，读了圣经，了解更多基督教，试着靠近耶稣。不久看完 Lady 古道受洗，就想我怎么做才会是一位称职的基督徒？于是我就看了《以弗所书》第五章第四节。所以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。或许我就是那沉睡的人，而基督的光指引我来这里，让我更了解耶稣基督。时光飞逝，一年间转眼就过了，离去的时候就快到了。或许我们之中还有人会回来，但是或许没有。但这一切都是神的美意，神的安排。再次感谢叔叔阿姨的付出及关心，牧师师母的开导，以及所有帮助我们的朋友。如果没有这个教会各位的帮助，我们就真的是荒野中一群孤单可怜的实习生。非常谢谢各位。大家有猜出来他是谁了吗？没错，他就是我们俊。来，欢迎俊上台。大家晚安。晚安。我今天没有准备稿，所以讲不好就取量，请大家尽量。然后这边的照片就是在美国所体验的很多事情。然后要先感谢我们赞美小组，让我第一次演戏就当了小男主角，然后也感谢台硕的美国厂跟 Interbus， 就是让我们 Serve Intern 有机会到美国，然后体验美国的生活，然后我在这边。有时候跟着 Aiden， 然后我们钓鱼，我大概把咸水的鱼都钓过一次了，哇，就是每一种。然后也感谢教会，就是要谢谢牧师，就是让我自己，改变了对教会的想法，因为以前也是会去教会，只是对台湾的教会有点反感，但是我们在这边。牧师就像里长，或是像是对牧羊人，然后牧羊，我们这些多了12个小英雄，然后平常就会问我们好不好啊，然后还有觉得哪一个会跟我们说，哎，有空到教会来参加 Youth Meeting 跟礼拜天的播讯，也很感谢每一个小组的叔叔阿姨特别为我们准备。礼拜天中午的饮食，还有给我们 ride， 对，然后还有让我们有办法能够到五马去买平常所需的，不然就像 Scar 的时候就被关在封卡柜，对，大概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
下一个。这个是谁？这个他是谁？这个大家猜得出来他是谁吗？500。600。超帅的。想到 Charles 的时候啊，没错，他就是我们 Charles， 干嘛？各位叔叔阿姨、弟兄姐妹平安，然后今天是很重要的日子，然后很感谢这边康普华人教会，从第一届以来的照顾到现在，然后就是对我们大家跟成整个大家庭的帮忙。那甚至在最右边那个花草群啊，那是我在明治在玩康普社的时候一种活动的 cosplay， 所以还蛮有趣的。然后最左最右上角呢，是我最帅的一双，之前稍纵即逝，现在已经回转成那种叫弥勒佛一样。然后那张大家看着那个，哎，这个是 Asian 不对了，啊，不是，说错，这就是 Tommy。Tommy 那天是为了 Tommy。庆生嘛，对吧？你的，你是我的。所以说，同样的教会呢，我不好意思，就是说，一直问阿姨叔叔，请问你的名字，可以再说一次吗？这个时常只有耳闻，对。所以说，大家不好意思，我记忆，我尽量把它抄在小组笔记本，但是还是你知道，基因可能比较不好。然后所以说回来这里，就是要砸，不知道怎样就砸到我了，所以大家很开心嘛，笑笑就好。然后这个口水是我很著名，就是打呼加磨牙加流口水，流口水代表什么意思呢？越睡越嗨，继续睡 ，OK。然后这个就是我那种激动式的，像这样子，这也舒压不少，这边啊放松很多，然后这无聊那边闲晃啊，这里看看这里 Prada 很美感跟那个，那是迪士尼拍的。对，然后就是我会来这个地方，我觉得是神的带领，就是先就是我这里一个金句跟大家做个分享，耶稣不是，约翰一书5:4，大家收声，可以收声。把声音收回来。好，他是这样讲，因为凡从神所生的，哦，说错，凡从神生的，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战胜了世界的，就是我们的信心。我再讲一次好了，因为我们太，就是说我们都只要从神所产生的就可以战胜世界，那使我们战胜的世界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凭借的信心。所以我刚来美国，不是，我可以来这个地方，就是我在面试的时候，我一开始没有想要报名，是因为某天晚上也是像有点像 Ryan 去买卤肉便当一样，然后我就是突然想到就是这个职缺没来太可惜了，一定要来，然后我就临时抱佛脚，已经 deadline 截止日期到了。老师说快，系上还需要多一点的去报去竞争才有办法。我就说好，那我就试看看。我以为想来美国嘛，虽然英文不好 ，OK。好，所以我就这样两个礼拜仓促的都准备好，然后我就在等待。第一阶段，主管说，谁先啊？哎，下底拢无声音，我无看，我跟你面试呢，哪单呢？所以第二批他就递上来，我是第二批来的。然后就这样子，我就觉得就莫名其妙。那时候我就跟我室友讲说：“哎，我会不会？你知道吗？你要不来美国，我觉得我这次我只要把我的东西交出去，好像我就可以来美国。”他说：“英文加初级班，你来这里很可能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啊，没关系，等我好消息。”我就这样子把我的书面资料交给了老师。然后第二次面试的时候，我就主管就刚好就从那个什么羊圈里面抓起这个木鸟，然后就把我抓过来。对，所以说我就觉得这冥冥之中啊，不能用冥，不好意思，
就是这个，我觉得是有神的代表，这个事情。信心啊！我做了很多事情，就是我那时候爆红的事情，爆红的事情，对，爆红的事情。然后赶，然后来这边又发现说，哇，徐导刚刚说的，这里的基督教会是华人的，哦，是哎。然后我就来想看看，然后就觉得，哎，这真的是一个，这美国第一大教会华人版。然后我就想到，哇，妈妈，二十年前没有东西，二十年后。整个教会的地，然后从华人地方越来越多，就是从原来是在美国教会，在我们的 Point Comfort 那边，然后在那边成立一个大的 Point Comfort 的华人教会，所以就觉得说，一定要那边看一下，然后就来体验，然后果不其然，就是一开始从牧师到 Guest House 到 PDO。然后还有那个，九奶就那个，第二届、第三届，第三届我等好久，我要来，然后就跟我们分享说，就是你们要 open your mind，OK， 我很容易，随时都要 relax，OK， 所以说，就我在台湾，我也什么都 OK， 然后我就想说，我也想认识耶稣。在台湾，我就有在参加，然后来到这里，我就更认识主。然后从每次，Rocky 就不管是长老，高长老，还是在上一任的长老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看到没？好，所以就不断的跟我们一起努力，对。是你名字硬要讲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沙发，谢谢大家，还有蛋糕，谢谢沙发，谢谢。你这有反应？你是不是整容？肚子痛的。其实那个不是他流口水，那其实是他吸管，然后跑进他嘴巴里面。就你塞的？你是他的？不是你塞的吗？塞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在车上吗？对对对，在我们出去，他偷放人家嘴巴里面。去纽约的时候，去纽约的时候，就是吸管自己跑过去。哈哈哈哈哈！他不知道。别人吧。接下来我们往下一个。哦对。这是谁啊？哇！好帅哦！帅哦！睡觉，上班睡成这样，上班那边睡觉，上班这样子，太夸张了。其实我有在上班，好不好？可是每天上班了。午休时间，午休午休时间的时候可以打个盹，对，很好，打个盹，冲刺一下体力，好不好？对。好，那我先跟大家分享这个右上角的照片，是那时候生日的时候，然后大家帮我拱起来丢下神，重点是我那时候才先被丢下神，然后教授那时候刚好也来，然后说哎、欸、我没看到哎、欸，然后再丢一次啊，他们这群人真的是太坏了，对你太好了，假借教授的名义呢故意丢两次哦，在头上呢三次。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什么时候搞片的，就是圣诞节的那个。对，这是那个装饰，就是我们要搬到。圣诞节的装饰啊。嗯，很多花钱吗？问你啊，你是不是忘了？是我真的不记得我那个时候带过那个。好，首先呢，谢谢这个康福教会给我们这么多的帮助，然后很常就是常常煮饭给我们吃，所以我想透过大家的双手感谢。为我们主办的所有叔叔阿姨们，在这边呢，虽然我们已经离开家乡了，可是这边的叔叔阿姨们却给我们有在家的感觉，这是何德难得的一件事，就让我们自己好像属于自己的家中，不会害怕外面一切陌生的事物。然后俗话说，出外靠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。在这边不只是工作实习上的经验，也在这边交到许许多多的朋友，有共同目标的朋友，
有很多许许多多共同理想的朋友，然后或者是有跟着我有相同处境的朋友们，或者是在你困难的时候伸出你的援手帮助你的朋友，把你从你的泥沼里面拉出来，你真心的朋友。在这一年中，我都认识到这些你生命中必须的朋友。但是呢，时光如梭，我们还是到了要说离别的时候了。但是还是要说离别的时候，虽然一开始呢，我是没有压根没想过要来美国，我是在最后的期限，老师都直接指定我，你就去报名，因为报名的人数不够，报名的人数只有三个人，然后他只要录取三个人。老师说你快去，因为就是感觉就是成绩也不错，然后英文也不错，然后就指定我。哇，求丢！求丢哎！不是只有我好不好？就有一群人，老师点名一群人叫他们送，因为不然那个。实在是有点难堪，如果三个人报名的时候三个人都被刷掉，其实是有点难堪。然后虽然我们要冲过这一年的终点线了，但是冲过终点线之后呢，在前面等着我们的不是一个可以让你休息的地方，而是下一个赛程的起跑线。所以我觉得说不定哪天这个起跑线跑过去之后，我还会再跑回来这个地方，再接受大家的帮助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当然是最好了。谢谢大家。好，结束。现在呢，我们Intern呢会献上两首诗歌，请大家一起起立。如果你会唱的话，也不要害羞，跟着我们一起唱吧。10,000 reason， 请大家如果会唱的话，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唱，谢谢。